小柯，贝勒爷，咱好久不见，给你一条生路也算我做一件善事，怎么不好好珍惜？是啊，我这些年日日夜夜都不敢忘怀贝勒爷对我的大恩大德。今天终于能好好报答你了。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叫好了伤疤忘了疼。有进步了，程立明，要不是我当年腿上有伤，你早该死了。就这点本事，找死！只动拳脚，不动脑子，也没什么长进。放箭！住手！住手！放箭啊！谁敢放？放下剑！姐，你干嘛？小柯，不要再错下去了。姐。姐。你这是干嘛？这一跪，一是为了谢爷的救命之恩，二是为了刚刚小柯的冒昧赔罪。小柯意气用事，但我敢保证，他刚刚绝对没有要伤害爷性命的意思。你觉得他有那个能耐吗？你不必跪我，起来说话，我明白。你说当时我放你们两个走，就是想让你们过上一个安稳的生活，怎么反倒你们会进入青龙会？我就搞不明白了。当初我跟小柯逃回老家，是真的想过安稳的日子。可是没想到，小柯跟青龙会的人混在了一起。后来青龙会的老大看上了我，霸占我做他的婆娘。小柯为了保护我，把他杀了。最后阴差阳错，他当上了青龙会的老大。这个小柯真的不安生。那青龙会怎么会跟维权会扯上关系？